看呢这一题，他说鸡蛋呢、啊、碰石头了，那鸡蛋破掉啊，石头呢没有破了哈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哈那个鸡蛋的这个壳哈，它的这个耐力呢承受的强度比较弱了，所以呢鸡蛋的壳会破，啊这个石头哈它的那个承受打击力哈比较强。所以石头不会破，是因为这样子，而不是因为呢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不同，上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相同的。所以呢这一题的话哈，那 A 选项是说哈，鸡蛋受力较大，当然不对了 ；B 石头受力较大也不对了，两者受力相等，这个对了。哦，两者它是受力相等的，但是因为哈那个鸡蛋比较脆弱，所以它会破。石头没有那么脆弱，所以石头不会破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 了。